Go out for dinner. How about? Which restaurant? Fried rice or fried noodles? Have some soup. How much? How many? There is, there are. 请注意，这种有是指存在的有，并不是拥有的有。譬如说，有一只狗在那边叫，并没有任何人拥有那只狗，而只是说这只狗存在在那个地方。那么存在的有的句子都必须要加是，所以单数的是 there is， 复数的是 there are。Everyone likes. Everyone， 因为每一个人，一个人是单数。Go out. Chinese. English. Food. Food 是所有食物的一个统称，所以它是不可以数的。你们老师啊，也许你会听到你们老师称它为集合名词。集合名词的意思就是那一种。它是一个种类的统称。那么不可数的东西一律视为单数，请注意。Drink， 种类的统称不可数视为单数。Fried rice， rice 不可数的原因是因为它太多了，没有办法数。Fried noodles， 但是因为在山东有一个老兄呢，他发明了一种面叫做一根面。从此开启了面条可以数的纪元，不然面条太多一样也是不能数的。Soup， 液态的东西都是不可数的，视为单数。Chicken 很麻烦，如果它的意思是当鸡肉的话，那么因为肉类的东西它都是虚虚狗狗暖暖的，所以不可以数。但是如果你把 chicken 当作是鸡，那么鸡一只、两只、三只就可以数，所以 chicken 要看它代表的意思，看你的文意才知道。Dollar, expensive， 请注意，这个地方 x 的后面的 p 是念 b 的声音，所以这里是念 expensive。Worry, pocket money, pie。派很麻烦，如果是一整块的一个派，没有切过，还是完整的一块，那可以数。你可以说 one pie, two pies, three pies。可是你的派一旦切过之后，就烂掉了。基本上大概也视同虚虚狗狗暖暖的烂东西，所以也不可数了。那么不可数之后就视为单数。Pizza。也是一样的道理，没切的时候一个两个三个都可以数，但是切下去之后，就当作它烂烂的不可数了。Tea， 液态不可数视为单数。Juice， coffee， milk， stand， sandwiches， sell， soy milk。Rice ball， 请注意可数的都要穿一的。